在我们这轮对决之前进行的谁比较弱的环节里，你们有投对方吗？投了，我们都投对方了。我没投啊，我们俩，咖喱和艾斯是互投的，对方是弱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这个就有意思了啊！你们都对方的弱的标签里都有你们一票，所以在现在对决开始之前，你们有什么话要对彼此说？还是我那句话，希望你们 real 一点。我随便你是撕 T 恤还是撕外套，我跟 TT 在这里给你们俩拍一张失败照。One more， 还没有加赛，没有加赛，我请你们出来了。哎 ，TT， 你不是想说吗 ？TT， 你有吗 ？TT。TT 也带一个，来一个。对，这边先再来一轮，那边再来一个，至少三压。要。让你知道，给你我的。我们拿了第一名，所以我们高姿态。失败者联盟一，超失败。还行。艾斯，还一个。就想把你送回768和货运码头，就这么简单。干嘛非要押韵嘛？是不是？好，接下来请双方前往舞台进行本轮的巅峰对决，有请。失败第一和正数第一肯定要碰一碰了嘛？加油！